破吗？破下用下巴破吗？对，你这个也放上去，你反正四片。唱出来，你感觉额头很大。屁啦，就不行，就重点是要点头啊，跟点头有关的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游戏、啊，这个游戏其实很白痴。对啊，超白痴的。你刚第二个没有破。不是，你要垫高，你要垫高它，就像砸砖头一样。到时候一定不会。你要垫高它，哦。就这样有算有破。好，来，我们去那边。有吗？我们去那边，因为这样很难破啊。这个也破了。重点是高度哎、欸。去那个。同学，你刚不是说不吃？对啊。不要浪费吗？不是，发这个是因为比较高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刚刚那样子不太好面子。如果是对我来说，你看看，没有。要给你奖励，就是你击碎的通通可以吃掉。这哪是奖励啊？你现在减肥。一口气。有吗？没有。大力一点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有了。第四块没有，哪里？最后一块没有，要用力啊！第三块哦，要碎的感觉。第三块有啊，第三块没有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下巴超痛的。